卡住卡紧的。啊，这些那也真爽啊，紧换掉啦。是。对，刚刚看价的个，啊，谁开过来？嘿。啊，伊啊摆好好势好吧。啊，今天会刚刚刷过来。好啦，今天莫遐那歹相扫啦，今仔日是大日子呢。真正唔知影哦，这个人头壳是伫想啥？咱是高阶养生医疗中心呢，啊，专攻上流社会的人，啊，摊在遮啦，无质感、无品的物件，当然袂当出现啦。啊，这工作人员也无亲像你咁款遐尔厉害啊，当然无都想要遐尔就多啊。从头到尾哦，舒舒服服拢爱来，真正足烦的。能者多劳，辛苦你啊。无啦，啊，今日你妈哦，把这个开幕典礼交代给我，也表示要给我机会证明我的能力给大家看，我当然袂当会失望啊。嗯，爷爷，为今日开始哦，你就是咱养生医疗中心医美医师，我是医馆组长。今日这仪式对咱来讲哦，是人生新篇章嘞。我相信今日开幕典礼哦，一定是足老的，也足成功的。这样老的，刚刚手里有高福林，佳佳。嗯，哇，湘琪，你今日就水了呢。无啦，你较水啦。啊，嘛是啦。辛苦啊！林导，欢迎欢迎，恭喜啊！林导，多谢。鲜花，你叔啊，必要养生医疗中心哪边探亲，要扣你啊！多谢，加油啊！来，别下。哎，你好。巨神，我跟你换位啦。哎，今天开播这个好日子，不是应该大家欢欢喜喜的？巨神，我跟你讲，我听阮哥讲哦，你边啊这个歹人，害阿爸给人抓去关。哎呀，查某囝哦，失踪已经五年了嘞，拢找无人。真假？想袂到大家这么关心我的家来事啊！多谢，你的关心我收到了。身体有较好吧？有啦有啦有啦，真好嘞！姐姐，湘琪，你今日辛苦啊！没。会长，姐姐娘，各位长处，您好。孙辉一定哦，恭喜哦！你做副会长以后，我都还没跟你讲恭喜嘞。是啦，恭喜！多谢您。照你来讲，当初若是无您的支持，我真有可能无法度过阮医疗护理一关啊。哎呀，你即嘛是有综合病院上受欢迎的医生嘞，和你做副院长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多谢您，请大家休息。啊。各位，
咱养生医疗中心的开幕典礼马上就要开始啊！请大家用上热烈的欢声欢迎咱的大家长吴议长，也有议长夫人莅临现场。一定好领，应当的啊！多谢你这么啊无闲过来参加阮的开幕典礼呢。这是应该啦，哈！再讲啊，我看今仔这个场面真难闹热啦。咱养生医疗中心将来成立啊，一定会当就好，绝对赚大钱啊！主席，这久无看诶？啊，是啊，大家拢真无闲。一丢夫人，哇，你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呢。你敢有啥物佩服会当教我？哎呦，那有法度甲你这种真正少年人来比啦？啊，妈安尼讲啦，啊，卡叔讲哦，你即马甲阮大家徛做伙，上起码你嘛比少年十岁啊。你唔免烦恼，我一定哦会认为哦，情人还是老的好。佳佳。啊，你也无看到郑议长。啊，阮阿叔哦，年纪大啦，啊，即马无咧参加病院即款的活动啊。应该毋是亲像议长夫人所讲的安尼啦。这病院这么大的活动，我想应该是无人希望伊参加，才会无通知伊啊。阮阿叔哦，即马生活的重心哦，都是伊的宝贝孙子啦，啊，无咧插即款的代志啊啦。爸妈，哎，贵宾差不多拢到啊，咱会当准备开始啊。啊，对对对，赶紧开始，唔通耽误着吉事哈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各位贵宾，真欢迎，也真感谢大家来到现场，参加阮尤综合医院附设养生医疗中心的开幕典礼。这间养生医疗中心给你五年时间，才建立完成。请问由综合医院收为人的心血。所以今嘛，咱就欢迎吴清源议长、尤秀英董事。郭建新董事为咱这间养生医疗中心的启用进行剪彩仪式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请剪彩。亲爱的家伙，一群武将等人通知过来。郭桂英。什么情形啊？你们别这么大了！我先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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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你要是心里归，安尼较安全。无好啦，好，阿先来查。领导，今天就派谁？甲一定我顾胡林讲，这代志一定爱和董事会一个交代。别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处理。